现在我们要开始骑滑板车逛 downtown 了。这个公园这样看 downtown 的景色真是太棒了。快看，我们看到一辆超级酷的车，这是兰博基尼吗？对，好像是镀金的兰博基尼，太帅了吧。哇，一到了晚上好漂亮呀，这个 downtown。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过去我们开着自己改装的房车环绕北美整整一大圈。自从凯文爸爸决定购买一辆空的 Cargo Van 厢式货车，然后自己动手改装成房车，带着凯文宝贝周游北美，我们的频道就正式诞生了。第一季北美房车环游共42集，历时1年的时间才更新完成。还没有看过又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进入我们的频道主页，这里不仅有我们在美国加拿大房车环游的视频分享，还有我们在大西洋边美丽的灯塔旁度过的快乐时光，以及我们开着越野车到幽深的丛林湖泊旁生篝火烤棉花糖的美好回忆。这些 vlog 都在等待着与大家一起分享。2021年8月，我们正式离开哈利法克斯，搬家到多伦多。本集我们骑着电动滑板车逛起了繁华的多伦多市中心，带两个宝贝去看著名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CN Tower。 夜幕降临后，我们在热闹的 downtown 看着高耸入云魅力四射的 CN Tower 吃起了美味的披萨。接下来就把这集多伦多生活 vlog 分享给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是星期天，我们现在要开车带我们的两个宝贝去多伦多的市区市中心，去看 CN Tower， 看看爸爸的这个车子装成什么样了。这龙骨已经打好了，都这边都装好了，好吧，还是龙骨的状态。还有鞋，嗯，这个后门打开，这是爸爸这两天的装修成果。看我们的小小人儿，好兴奋的在这看，知道爸爸妈妈要带他出去玩了。开着我们的毛皮车出发去当趟啦。骑上当歪里这条路，他就开始堵车。Play my song, shout me out all night long. Cause it's feeling like my B-day on a weekday, yeah, yeah. Even on a weekday, vibe is strong, so I ain't going home. About to ball out, tell my boss that I call out.Bartender Jimmy, he bringing that alcohol out. Ladies in the spot, they packing it wall to wall now. Shots after shots, we ain't done, pour more rounds. This type of speaking's usually for the weekend, but when you feel good like this, don't really need a reason. Usually on the phone all day or somewhere in the meeting, so we celebrate simply 'cause we still alive and breathing. No way, can't believe it's Monday, but the spot is so lit, I'm caught up in my young ways. If I'm hungover at work, I gotta wear my sun shades. It's whatever, let's just have a fun day, ay. Even on a weekday, still go on.爸爸刚刚付完费，这个停车场是全天在这边停一整天，停到半夜12点是15块钱，几点钟来都是15块。现在我们要开始骑滑板车逛 downtown 了，又跨上小宝贝啦。现在我们一人一辆滑板车去逛 downtown， 前面就是 CN Tower 啦。我们现在要先去逛逛这个小公园。 I'm coming， 咱们先逛逛这个小公园。哇，现在这个枫叶都红了，好美啊。这个公园超级的漂亮，还能远远的看到 CN Tower。 哇，好美啊，这里太漂亮了。哇， It feels like the first time every moment I'm with you。 现在我们已经骑到湖边上了，安大略湖。You still catch my eye with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我们现在先沿着这个 Ontario Lake 先骑行一段，然后再去看那个 Tower。 现在枫树都已经红了，好美啊，太浪漫了，这看着。 Oh, it's waking up真
漂亮呀，这枫叶也都红了，真好看。哇，这有一架飞机。这边还有人在 barbecue 呢。我们现在要去看 CN Tower。景色真是太棒了，地方看当趟的景色真的是绝佳地点，好棒啊！我们四个在这儿绝佳地点拍了一会儿照片，现在我们接着往 CN Tower 那儿骑了。哇，这塔好大呀，这 tower 好大啊，现在我们现在离这个塔已经非常近了，好近好近呢。正式的骑到了塔底下，已经到这儿了。看看我们凯文小朋友，凯文看到这塔了吗？我看那个。这个塔高不高？电梯。一个电梯能上到好高。对，能上到好高。我们凯文在家的时候就激动的不行，要来看这个特别高的塔，这回看到了，在塔下边了。哎呦我天，太高了，都露不出来了都。看这里面有个电梯，沿着这个塔一路往上走，然后一直可以到这个最顶上，到这儿。我
们现在再过个马路，就正式到塔最底了。我们已经正式走到塔下边了，两个宝贝已经下地了。这 Blue Jays。爸爸喜欢这 Blue Jays， 领着凯文去合影去了。哥哥呢？去追哥哥去啊！那儿呢？哥哥在那儿呢，那儿呢。塔下边的这个灯都打开了，然后爸爸领着凯文去爬这楼梯去了。哇，这个楼梯被灯打亮了，好漂亮啊！小宝贝一来这儿好开心呐，当趟好好玩。我吃披萨，小宝贝。凯文说一会儿吃披萨，他的手就不冰了，想要吃披萨。一会儿让爸爸带我们去找个披萨店。那你去跟爸爸说，你说爸爸我要吃披萨。一出来就想吃好吃的。现在爸爸带我们去买披萨了，就在这边，这边就有披萨。哇，这好热闹呀！这个是海洋馆，多伦多的海洋馆。哇，这可真热闹。镀金的。玫瑰金。哇，这也太帅了！快看，我们看到一辆超级酷的车，这是兰博基尼吗？对。好像是镀金的兰博基尼，太帅了吧！哇，一到了晚上，好漂亮呀！这个 downtown， 看这个 CN Tower 的影子映在了这个玻璃幕墙上。哇，这条街上全是好吃的，这是 taco， 好香啊，能闻到这个披萨的味儿。啊，行，就在这儿吧，就在这吃了。我进去买啊。行，你去吧。我们现在找到一家披萨店，这家。现在爸爸进去买披萨了，我们一会儿就在这个门口吃。好热闹的地方，爸爸已经买完披萨正在做呢，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吃了。凯琳小宝贝也下地了，哇，哈哈，出来啦。爸爸点的炸鸡，哇，大披萨。Smile for me, baby. Wipe those tears from your face. Dance with me, darling. Why don't we dance the night away?And we'll rock to the rhythm of music. Find a spot to let go and just lose it. Whatever it takes to ease your mind and make a lady feel alright. Be my delight to right the wrongs for you tonight. Sing right along. Play me a tune, and I will jump right in.
这一家四口好能吃，全都给吃光了。我们吃完了，现在我们要骑回家了。My delight to right the wrongs for you tonight。 我们已经回到停车场啦，这个停车场好空旷啊，车一点都不多。小可爱，小小人儿，可爱的小大人儿和小小人儿在这儿看塔的夜景呢。